陛下。龙儿，我的龙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，太医，快快救皇帝！快！太后，陛下心脉俱损，多亏了曾太医用几味灵药吊着，陛下才得以坚持回宫。可是，臣等实在是回天无力呀，陛下恐怕……皇儿，我的皇儿！太后，据老臣所知，皇帝遇害时与豫章王在一起，可眼下豫章王不知道下落。豫章王，启禀太后，陛下伤势危重，臣等不敢耽误，便直接护送龙年回宫。如今统领率军尚在围场，此事的来龙去脉仍在调查之中，恕臣直言，此事并非当务之急。陛下龙体已经耽误不得，太后有什么话就快与陛下说吧。是啊，皇儿，我的皇儿，我的皇儿。皇后殿下到。皇后殿下留步。混账东西，竟敢拦我。太后有旨，无传召，任何人不准入内。我是皇后，我要见皇帝，让开，都会让开。没有太后的旨意，谁都不让进。阿武，皇帝的伤势如何？